一起哦。修理的彼岸，你领导的，这个就是那个跟踪狂。你领导的他，挥挥可以上吗？挥上吗？你是我，是我甲无好，我家己拢知影。梦是被拆毁，是你的遗憾。下手了。其他说的时候，如果有人觉得饿了，不想吃点嘉义口味，也可以上来喂食。我们就把飞盒干掉，一边吃一边听博威唱歌，就是一个户外 KTV 的感觉。其实他们比较想听脚踏车。一个风雨的社会，要怎样开花？少年家怎样落地？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。谢谢。真的没有蕊。安可，这首歌不用蕊，大家都会唱啊，对啊。但是如果要安可的话，也要有博维会唱的歌。看一下歌单有没有你会唱的，还是要在他昨天有唱《岛屿天光》。不要。暂时不要，暂时不要。不会腻哦。我每次叫我上台都唱岛屿天光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一次在高雄唱 KTV， 然后你看 KTV 隔音其实都不一定很好，隔壁在唱个岛屿天光，然后我们那一个包厢十几个人说，隔壁一定是你的粉丝，然后我说没不要，先不要啊，大家喝醉了就把我推去隔壁，你进去 ，Thank you 拍照。